像尘没掩盖着前事，心愧但是无言，流行亦没办法磨灭。尘叠线索谁删止，泪来滴干你潜藏那一面，收敛极尽人前，遗留着实证说明有开始。急退后急退算，决意将推翻，而话静待日后沉思散未晚。就地目击他越走近越变差，事实在分叉，重重迷团乱幻姿态，千种心理见解，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。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，没流动偏差，仍能寻回我的藏家。我分析去拆解，怎解释理性共情之就知道你们两个是金童玉女了。你们试试跟我打，看我会不会受伤。他只会摆架子，我不信会这样。他的实力是一个谜啊。我说我真的被他 KO 了，真的很痛，请你以后呢不要再找我假扮你的男朋友了，我玩不起啊。我拿阿乌云当挡箭牌，让高 Sir 知难而退而已，我跟他只是好判呢。 Mandy 都找到个心理专家，你不要输给他呀，起码也得找个三师，知道吗？就算他是全银河系最高的最强的，你这场戏都必须要演下去。Hello Mandy， 是啊，我能走了，有没有顺风车啊？那我自己回家吧。 OK， 慢慢来，拜拜。 Ada 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是我的荣幸。真的不用了， Thank you。 Win 是我的手下败将，空手道而已，而且比赛的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我刚威是讲感觉的，希望不是错觉。阿威，嗨，那么久。Sorry， 高 Sir， Mr. Win。阿威的摩托车呢？停在地下停车场，那我们走那边了，拜拜。哦，拜拜，高 Sir。演戏要演得像，离开高 Sir 的视线范围才可以放开。Madam， 放心，我有丰富的演出经验。问题就是呢，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呢，车突然熄火了，所以不能送你了。夜照走，等他看不到的时候，我请你搭计程车，好不好？谢了谢了。我想擦一下手。不好意思，我手汗很严重，不舒服啊。不是，我是想擦自己的手，我手会出汗。你也是这样？是啊。你念书的时候，老师有没有说你洗完手不擦手啊？有啊有啊。我念中史的时候，念到蒙古大汗，班上同学就笑我是大汗。那很好啊，很威风。你们，哦，又演戏给高 Sir 看？啊，没错啊，是啊。开车走掉了。文文，你画的好漂亮，你画的也很漂亮。文文，爷爷，嘿嘿，乖。Daddy 呢？哦，他说很快就到了，我们在这等他好吗？爷爷，我交了一个新朋友，他叫方小玲。爷爷你好。嘿嘿，乖。妈咪，小玲玩的开不开心呢？开心啊，我交了个新朋友，他叫布嘉文。Auntie， 乖。你好，方太太，我是文文的爷爷。叫我 Rebecca 好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文文的爹地就快到了。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试试。不好意思，我每样保险全都有了。阿姨，厕所堵住了。哦，我过去看看。不妨碍你吧？不会，等文文的爹地来了再走。难道他们聊得那么高兴？啊，就是他，上课的时候看到我的巧克力，他要我请他吃。我不肯，一定是他偷的。方小玲，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没有。
小林不会偷东西的，刚才我这个发夹掉地上，他帮我捡起来的。对呀，我女儿不会做这种事情，你们查清楚，不要冤枉好人。妈咪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妹妹啊，被人偷了一包巧克力。啊，那包公仔头巧克力很好吃。李老师啊，你应该去翻，哎呀，翻他的袋子看看。又不是他做的，我不会让你翻他的袋子。分明是有问题。这个不是有问题的问题，而是尊严的问题呀。对呀。如果这个小朋友没偷东西，你要翻他的袋子，这对他是一种很大的侮辱，会影响他的心智发展，很有可能会有童年阴影啊。我女儿的东西被偷，她很不开心，她可能会有抑郁病啊。你这么爱管闲事，是不是你帮我给医药费啊？爸爸，文文，怎么了？爹地，我爹地是法证，他破过很多案子，他一定可以查出是谁偷了那包巧克力。小林，你不用害怕。嗯，我管他法证还是求证，不让我翻，我就报警。没那么严重吧？爸爸。妹妹，你记不记得你的巧克力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上课的时候还在，下课的时候就不见了。那上课的时候谁坐在你旁边啊？哥哥。下课之后谁又在你身边呢？也是哥哥。那哥哥一直在你身边没有离开过吗？哥哥肚子疼去上厕所刚回来。是。阿姨，厕所堵住了。哥哥，通常吃完巧克力嘴里边还会有些巧克力的，你可不可以把嘴张开让我检查？其实呢，我是想看看你的手。哇，你的指甲里面沾了很多巧克力啊，刚才在厕所吃得很急。嗯，哦，原来是你。你趁妹妹没注意偷了妹妹的巧克力到厕所去吃，还把包装纸丢进厕所里面，弄得厕所堵住了。你看我爹地多厉害，连厕所堵住都知道。臭小子，对不起啊。连妹妹的零食你都偷啊？你整天只知道吃吃吃，吃的那么胖了你还吃，今天罚你不许吃饭。顾 sir， 幸好有你在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先走了。顾 sir 是吗？这次真要谢谢你，不然我女儿就要被冤枉了。别客气。谢谢 uncle。 谢谢 uncle。 乖。文文，你爹地真的很厉害，你真好，我很久没见到我爹地了。你也很好啊，整天都有妈咪陪着你，又有妈咪帮你扎小辫，我就没有。我妈咪扎小辫扎得很好，我爹地查案查得很好啊。文文已经进去很久了。对啊，我去找个大婶进去看看。哎，正好瑞贝克，文文去了厕所半天了，你帮我去看看。小林也进去很久了，我正想去看看。谢谢你啊。谢谢啊。两个孩子在里面聊天聊个不停，我催过他们了，帮他们洗完手马上出来。谢谢谢谢啊。哎呀，很多事情还得有个女人才方便呢。怎么无缘无故说这句话？这句话摆在心里边很久了。文文是个女孩，我们两个大男人照顾她总少点什么。你想找个女人回来，我不介意。我是说我很乐意你赶快找个女人回来。好，明天就进门好吗？是。大家听着，收到线报，一年前监东珠宝谢劫案的主犯钢牙东会出现，五分钟后开会。Yes， 班长，这次我一定不让他跑掉。嗯，一定要把钢牙东抓回来。高 sir， 不过这次你不能去。高 sir， 我不懂你意思。因为你明天要拍警讯啊。高 sir， 抓钢牙东比较重要。阿温他是不是没有阿温就不行呢？你们是高估了阿温，还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？但是警讯一向都是你去拍的，你长得帅又有型又上镜又受欢迎，为什么要找阿温去拍呢？总之这件事不用向你们解释，这是命令。阿温，你待会儿跟公共关系科的程 sir 联络，拍摄细节他会跟你讲。Yes sir。搞什么？他摆明不想麦董跟阿温出生入死，让他们没有时间增进感情啊。他以为赢了空手道比赛就等于赢到麦董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现在就用强权棒打鸳鸯。你喜欢抓坏人，我偏不让你去，让你对着摄影镜头出丑。现在我要玩你，怎样？怎样？哎，阿威，以后还可能要你穿着戏服扮演纸人假人，或者站在门口装门神。敢跟我抢女人，你简直找死！如果抓钢牙东的时候殉职，我死也死得瞑目啊。我待会儿再去跟高 sir 谈谈。喂，不要啊 ，madam， 你再帮他讲话，他以后日子更难过了。要是把他惹火，加重刑期不是更惨？放心 ，madam， 拍警讯也是我的工作，没问题。警讯十五级，一场推文。记得之前呢，有一种强行送货的手法，被人揭穿了之后就沉寂一时。卡，李四，
虽然你可以照着稿念，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两眼发直啊？你要记住，电视机面前有很多观众看着你的。OK， 不好意思啊。一场 take two。记得之前呢，有一种送货的推销方法。卡。李斯啊，你的眼睛呢也不用像探照灯那样转来转去的，你尽量自然一点，像你平时说话就可以了。OK。一场 take three。沉寂了一时，最近又再次发生。卡。李斯啊，你前面那段对白没说，就说后面那段了。哦，对啊，是我错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咔，导演还没开始就咔，你又两眼发直，记着面带笑容，笑容。OK。记得之前呢有一种强行的送货方法。咔，导演我面带笑容了。你那种叫做抽筋呢，李四。强行送货。咔。哎，记得之前呢有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烟机。咔咔咔咔！各位观众，这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，下集再见。咔 ，good day， 好，可以收工了。不行啊，导演，刚才那段有杂声啊，要再来一次。不会吧？干杯！大家辛苦了。嗨，来了。嗨。哇！你头发怎么了？你今天这样录影啊？不是，可能是外边。风大是吗？李四是不是照旧啊？啊，不了，我要一杯冰柠檬茶。好的。搞什么？麦德说皮肤过敏，所以不喝酒。你又跟他继续装情侣啊？高 Sir 又不在这儿。不是，今天我对着镜头呢，说话说的口干舌燥，所以我想喝杯柠檬茶。对了，今天你们抓钢牙东顺不顺利啊？哇，在麦德的英明领导之下，我们当然是把那个钢牙东铐上手铐了。哎，你就算再夸我，你的工作报告也是依照你的表现写的。不过你今天的表现我很满意。Thank you, madam。 说起今天还真惊险啊，那个家伙好像闻到味道似的，船还没靠岸就突然跳船了。你今天多帅啊，马上拦住钢牙东，十米高说跳就跳啊。最犀利的是落地那一下，一翻身马上站起来再追。强啊，阿伟跟钢牙东的那场肉搏战更强啊。应该是惊险才对啊，我勒他的脖子，可是突然之间呢，发现有样东西啊指着我的太阳穴，原来那个家伙身上带着枪呢。还好麦德嘛开枪开得快，打掉了他的枪，要不然我没命喽。李三，你的冰柠檬茶。谢谢。还是麦德最强，枪法如神。哎呀，正好我追上去，所以是我开枪，换成是你们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啊。如果我在就好了，还会有机会，坏人又抓不完，但是上电视就不是大家都有机会了。今天怎么样，顺不顺利？哇，肯定一鸣惊人了。论长相啊，阿云比高 Sir 帅千倍，不摆 pose 啊都能杀人了。我相信啊，你很快就会有一群时代粉丝跟着你要签名，你成为西九景草，到时候高 Sir 肯定后悔的捶胸顿足啊。对啊，算了，今天我丢人丢到家了。好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打破了记录 ，NG 了47次。我觉得第一次录影，所以 NG 也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对。不对啊 ，Madam， 可是我听别人说高 Sir 第一天第一 take 就已经 OK 了，可是啊，他嫌自己摆的 pose 角度不够帅。才有第二腿的。不是，这你有所不知了，可能高 Sir 每天晚上对着镜子练通宵，我们不知道，对吧？对呀。不管怎么样，威，反正啊，是好是坏都已经过去，不会有下一次的了。那你就错了，高 Sir 和程 Sir 说了要我再拍3集，能不能上诉啊？上诉立刻被驳回了。这招太毒了，摆明要你当众出丑啊。难道真的是假公济私吗？画蛇不添足。别再说这些了，扔飞镖去，发泄一下。扔飞镖去，走吧。哎，导演，请去。站了一整天了，你们先去，我坐会儿啊。好。对不起，又连累你了。不怕，再拍3集嘛，失败乃成功之母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妹子，你的柠檬茶不放糖哦。这杯是甜的，是你的哦。是。我也过去找他们扔飞镖，扔飞镖。好，你坐一下，我待会儿过去。哦。咦，回来了，
不是搭今天晚上的飞机吗？因为我想早点回来。还打算去机场接你呢。给对方惊喜这种事情应该由我来做。我打算去一趟青马大桥走个大运，顺便去接你而已。只好算了，现在没得走了。没关系啊，你会有好运的。嗯。你的礼物是 Mercy 的薰衣草香薰。哇， Mercy 的薰衣草香薰要在指定总店才买得到，你花了4个小时来回从纽约特地开车去买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花了那么多时间不妨碍你工作吗？我工作能力高啊。哎，我的学术会议非常成功，恭喜你啊。这次本来可以很完美的，还可以跟以前打曲棍球的队友一起见面，只可惜队长没有出现。为什么？他女朋友啊。他女朋友从来不下厨，但居然学会做新兴牛排，说跟队长烛光晚餐，这么贴心，要是我也有一些没人性了。也对。喂，我做完这份报告才能走，等我10分钟，不算没人性吧。嘿嘿，好啊好啊，难得你不拿手术刀拿菜刀。哇，阿金真有口福啊。你知道我的厨艺不怎么样，我肯定要跟你恶补的。这个星期天呢是他的生日，我准备做新型牛排给他吃。可是煎牛排很讲究火候的，煎得太熟我怕嚼不动，太生又血淋淋的。哎，还是煎猪排吧。但是 GM 只喜欢吃半生熟的牛排而已啊。问题是我跟牛排不熟啊。你不会煎牛排啊？我不是不会，不过喷酒起火那招我有点害怕啊。一个人呢有一点点缺陷美呢是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哇，有沙丁肉啊，我很久没有吃到了。哇，喂，喂，是你啊。喂，你怎么能抢呢？这怎么能怪我？是你动作太慢吗？那哎，妈咪妈咪，我还是不吃杨枝甘露了，我们煮红豆沙吧。说过要做的嘛。哎，爷爷，路口那家水果店的水果比这里还要好，我带你去那。不要不要，我就是要买这个。真好笑了，谁拿在手上就是谁的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还给我。妈咪呀，真好笑，谁拿在手上就是谁的啊。好啊，让给你了。沙田柚呢一定要上尖下宽，紧短平底才会好吃的。倩儿，你看看这个，只是皮厚又没果肉，又酸又苦，不好吃的。我特地买了用柚子皮做菜的，所以皮越厚就越好啊。啊，你不会做一样会苦的。这样好了，你哀求我这个首席烹饪导师，看我肯不肯教你。我一向不求人的。倩儿，是不是吃红豆沙？是啊，去买红豆，去买上好的果皮。是是是。爷爷啊。哎 ，Mandy 啊，那你听我说啊，你跟谁学做新型牛排都可以，但是不能跟这个女人学。你跟她学，你就不要叫我爷爷。做新型牛排呢，的确是有一点难度的。不过呢，只要你有 heart 呢，就一点也不困难了。嗯，你看，达达，哇，好好看。好，这样就可以腌了啊。在腌的时候呢，记得要放一些蒜蓉、姜蓉、老抽、红酒，还有一点蜂蜜、胡椒粉跟黑胡椒，腌2个小时就行了。哇，要放这么多腌料吗？你不是说牛排新鲜就可以了吗？新鲜的食材呢，也要有好的厨艺才行嘛。嗯，那因为时间关系，已经腌好几块了。那你看，哦，准备要煎它了啊。可以煎了，放一些个牛油下去煎的就会更香。煎牛排呢一定要有耐心的，至于煎多熟呢就因人而异了。拿我来说呢，我喜欢吃生一点，那我就不要煎得太熟了。是，煎2-3下就已经差不多了啊。最重要是记得最后要喷上红酒进去，让它嘣一下子，那就 perfect 了啊。哇，很可怕，把肉汁呢锁在肉里面才会更香。你学会了煎新型牛排之后呢，就可以锁住男人的心了，接下来呢还可以锁住他的钱呢。你还没告诉我哪个人可以有资格吃你做的牛排呢？那当然是有学识又有地位高大英俊的专业人士啦。好，那就有资格啦。喂喂喂，哎，你别靠太近了啊。哦，好了，我要喷酒了，别过来啊。哦，哇，麦迪，我应该10分钟后到，我到了打给你，你再下来。哎，我的胃有点不舒服，我想我不能帮你庆祝生日了，对不起啊。你有没有吃药啊？痛得很厉害吗？我吃过了，可是我想在家休息。生日快乐。哦。
我就猜到你会过来看我，不过没想到你会买吃的过来。请进。哇，点蜡烛。我想你买给我吃的东西要变成我明天的早餐了。哇，看起来你好像准备亲自下厨似的。这样制造惊喜呢，就不再只是你的专利了。哦，不知道惊喜会不会在吃的时候才出现呢？你千万不要小看我，我真的是向 Ada 妈咪学的，她很会熬汤，经常拿汤过来给我们，我也在学啊，不过一步步来吧。 Thank you。 你不想知道我做什么给你吃吗？是什么呢？鲜醒牛排。真的？我不知道在哪儿听某人说，如果男人能吃到鲜醒牛排的话，就会幸福的有异性没人性了。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我那天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，你还记得？那你以后不要随口说说了。OK， 我进去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坐下来，喝着红酒，听着音乐，心形牛排很快送上。怎么了？你还好吧？啊！怎么了？好大的火！哇！别过去！哎呀！哇！你还好吧？啊？还好，只是被油溅了一下。喂喂喂！哎！哎呀，尖叫了！心里很感动了，最主要是你没受伤。来，盖起来，别再想了。反正我订了位子，我们出去吃吧。 I like the way you smile and let me watch you out. I love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. 是啊，请你帮我留着位子，我想我们半个小时就会到了。 OK， 谢谢。Hello。 Hi。 你一定是 Ada 的妈咪啊。是啊，你就是吃星星牛排的那个。哦，是啊是啊。高大英俊，专业人士是吧？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方世友，你叫我 Jim 好了。 Andy。 Jim， 来陪 Andy 聊聊天。哦，喂，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干什么要你管？你居然敢牵着我未来孙女婿的手，我当然要管了。你吃错药了，这个是我未来的女婿 Ada 的男朋友啊。你真的很爱抢别人的东西啊。他是 Mandy 的男朋友啊。那你又说吃星星牛排那个？我是啊。那就是了。哎， Andy Andy。 哎 Mandy， 你来的正好啊，你快来宣誓主权嘛，不然他又抢走了。是这样的 Andy， 不好意思，其实是我托 Ada 呢向你请教怎么做星星牛排的，因为我……哦，我懂了，你怕我生气，你怕我骂你找他学做星星牛排。我不生气了，我现在很开心呢，因为有人摆了个大乌龙啊，晚上我睡觉之后都会笑醒的。摆个乌龙也可以笑成这样，这就证明你呀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我真的很无聊啊，我无聊的时候呢就会交到一群钻石王老五。你想把女儿嫁出去是吧？客气点儿，求我帮忙。金姆过来。嘿嘿，像啊金姆这样心理学家好不好啊？ Mandy， 葛汤帮我交给 Ada。 哦，我在这里浑身不自在。哎，葛汤啊，喂，比较适合你啊，去火啊。你看看你，哇，鼻孔冒烟，连头顶都冒烟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布斯。哎 ，Hello。不用着急，小朋友晚了5分钟上课，就晚一点下课。啊，坐会儿吧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就你一个人？新叔呢？他今天不能过来，要在跌打馆帮忙。跌打馆？我爸爸一直都是开跌打馆的，开了几十年把我养大的，不过最近几年大部分交给徒弟打理了。原来新叔是跌打师傅，还收了徒弟啊？哦，他很厉害的，以前还教人打功夫呢。哇，你们父子啊可以说是一文一武，一个是法正，一个是武术大师。喝杯罗汉果水吧。
我煮的，真材实料。谢谢啊。你们两个男人啊，平时在家里啊，一定不会煮这些凉茶给文文喝了。小朋友啊，经常吃零食，喝这个最好了，好不好喝？很好喝。你真是细心。顺便嘛，我跟你一样，要担任妈咪爹爹的角色，应该要互相帮助的。文文，乖，小林，这是给文文喝的。哦，谢谢安迪。小心烫，慢慢喝啊，慢慢喝。好棒，爹爹，你买了青瓜女巫，还有朱小姐的婚事，耶！你这孩子高兴也不用叫得这么大声啊。爹爹，今天晚上会给我讲哪个故事啊？你想要听爹爹讲哪一个呢？朱小姐的婚事。嗯，好啊。我爹爹讲故事讲得很好的。我妈咪讲故事也讲得很好。我爹爹回家推理，让我去猜。我也要啊。安可，你讲故事给我听，我也想听啊。好啊，找一听。好吧。一人带一份食物太麻烦了吧。老师说这叫分享啊。除了学习分享，还要学不怕麻烦。我的意思不是怕麻烦，只是有些食物要有很多汁才好吃，我担心它拿到那儿都洒了；有些食物要热的才好吃，拿到那儿都凉了，那怎么吃呢？这点云姐说的没错，还是云姐比较细心。那你说吧，做什么给文文带去？我就是想不到，想到就不会被人讽刺了。啊，这样好吗？做乳酪火腿三文治，放一颗小番茄在上面，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。哎 ，Rebecca， 小玲。嗨 ，Uncle。哎，请进。小玲，爷爷。哎，乖。秦叔。哎，不算。那天你说我煮的罗汉果水很好喝，所以今天带了一壶过来给你。谢谢，请坐。好，秦叔你也要喝啊。啊，好好，一定一定。来来，阿哥。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，我们刚才在讨论明天的聚餐要帮文文准备什么食物。想好做什么了吗？我打算做营养土豆泥，就是马铃薯。啊，好羡慕你啊。那你们呢？啊，我们打算做乳酪火腿三明治，还要加颗小番茄在上面。好像太普通了。听到了，普通啊。参加烹饪比赛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是。哦，她是我们的钟点佣人云姐。不好意思，云姐。那您有没有不普通的建议呢？可以做那个鸡肉香菇蛋卷呢。好啊，我妈咪做的很好吃。一听就喜欢吃了。又这么夸张吗？那你会不会做啊？我不会。其实做法很容易，只要把鸡蛋打成蛋浆，煎成了薄薄的蛋皮，再把蛋皮呢切成5厘米宽的长条，然后呢就把鸡肉啊、冬菇啊放在蛋皮上面卷成蛋卷，然后蒸5分钟就好了。谁能记得？我拿纸写下来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帮你们做吧。说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其实很容易做的。好吧。这多不好意思。那天你帮了我跟小林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太好了，现在有人做，不用我做了，我可以走了。对对，走走走。我走了，不走。谢谢云姐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这个云姐，想找她帮个忙而已嘛，这种态度。哎，还好有你帮我们。不用客气。安迪，我想带小林进房间拿书给他看。好啊。别动了人家的房间啊。啊。你坐一下，我去把罗汉果水倒出来。我进去倒杯茶给你啊，先坐会儿啊。谢谢。看出来了吧？好。你都看出来了，我还看不出来啊？看来我们最近啊都会不断的有罗汉果水喝了。你是不是做的太多了？是不是他想的太多？我赠你4个字，好自为之。石料节料场，忒是我。各位市民，如果你们有上述案件的消息，请立刻通知我们警方。好看。接下来呢，是去那边用警车做背景，拍最后一段对白，之后收工啊。导演啊，干嘛？他一直站着太单调了，可以让他从警车向镜头方向慢慢走过来，边走边说。哇，你脑子烧坏了！像他那样的 NG 王，站着都说不好，你还要他边走边说，你是不是不想收工了？那不要了。过去警车那边。哎，把椅子拿过来。喂，李二子，找人啊？找你啊！刚收到消息，我们那组人会调动，特地过来通知你一下。谁会被调走啊？调去什么地方？调走的应该最有可能是 Madam， 可以肯定的是会调到新界北。你怎么知道？高 Sir 去总部开会就是为了这个，他开完会回来就叫 Madam 去见他。新界北什么情况？哼，好听就是山明水秀、鸟语花香啊。那不好听呢？日晒雨淋、攀山涉水。
静围村被狗追，白天帮忙找猫，晚上帮忙抓野猪，一个字形容就是惨。调 Madam 过去多可惜啊！要高 Sir 不是失去理智，也不会调你来拍警讯，再调 Madam 去新界北了。我先回去了，安慰一下 Madam。拜拜。好了，对了啊，就是这里，车头这里。啊，导演，哎，正好，李四准备就位。啊，不是，导演，因为我有点急事呢，我想半个钟头之后再回来。不要了吧，拍完这段我就收工了，太阳下山我就要另外找一天拍了。啊，那赶紧拍吧。气场 Take One。又来到节目的尾声了，在节目结束之前，再次提醒电视机面前的朋友，如果你住的大厦因为维修外墙而搭了棚架，记得锁好窗门，因为近期发生几宗盗窃案，都是因为事主没有锁好窗门，而让人从棚架爬进去进行偷窃而遭受损失。好了，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下一集再见。卡 ，Good day， 厉害啊，李 Sir， 可以收工了。谢谢你们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没看见我跟 Madam 在说话。我有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要带 Madam 去新界北啊？你听谁说的？你只是想调开我跟 Madam 而已。你调我去新界北，让 Madam 留下来。你啊 ，Sir， Madam 是很能干，但是她始终是个女人，她很怕晒。我不一样，我皮粗肉厚，日晒雨淋、攀山涉水都没问题的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想说 ，Madam 还很怕鬼。我不一样，我不介意白天帮忙找猫，晚上帮忙抓野猪，晚上抓鬼我也不害怕。你说完没有？没有。Madam 还很怕脏，新界北那么多牛屎、猫屎、狗屎还有鸟屎，你调我过去吧。我快要被你气死才对 ，Sir， Attention， 李展峰警长，你给我听着 ，Yes Sir， 新界北的警察不只是找猫抓野猪，在那儿一样有黑社会，有抢劫，有偷窃，有色魔，有谋杀，一样需要有英明神武、精明能干的警察。身为警察，根本就不会介意要驻守东南西北、市中心或者边界，明白吗？明白 ，Sir， 新界北那么好，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啊？就是我要调去新界北啊，啊？Sir， 你找 Madam 不是准备把他调去新界北吗？我下个月就要调到新界北，我有很多事情要交代给 Madam Lin。还不 sorry sir？ Sorry sir， 你当然要 say sorry。你以为我调你去拍警讯是公报私仇，所以你就想我接着会调走 Madam Lin？ 你这种想法实在太肤浅。我知道 Madam Lin 一向不喜欢处理公关的工作，我走了之后没人帮他处理，我当然要训练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做每件事不要跟你们解释呢 ？Sorry sir， sorry sir，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还好知道反省，别人拿 AK-47， 你是 NG-47， 知不知道你破了历年主持警讯的 NG 记录？你不止让我们整组人失礼，还浪费纳税人的钱呢。Sir sir， 我会好好改进的。这张 DVD 里面收录了我主持那几集警讯，你带回家慢慢研究吧。帅呢，你就学不到我这么帅了，学学我怎么意思 OK 吧 ？Thank you sir。我回家会仔细研究，好好向你学习的。没事了 ，dismiss。Sorry， 没了。去天台再说。李展峰警长。Yes， 没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要不是高 Sir 的个性异于常人，你已经受到纪律处分。Sorry， 没了。我以为你会被调走，情急之下才会那么冲动的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保证下次不会有这种情况了。你刚才凭什么说我怕晒、怕鬼、怕脏啊？你认为你很了解我吗？这些都是事实啊。事实？你把证据拿出来，我怎么会怕晒？你喜欢坐在窗户旁边，但如果那天太阳大的话，你一定不坐。你只见过一两次，就当是事实了吗？什么？你办公室那个窗户，你到早上11点呢，就会把窗帘拉下来；到了下午6点太阳下山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拉上去。每天都这样。查案却没有这么细心。那怎么证明我怕鬼呢？有一次我们所有人去你家里看鬼片，你又怕又想看，所以你下意识拿手挡着自己的眼睛，但是有了一条缝看了电视机。我身为警察，常见到尸体都不觉得害怕了，我怎么会怕鬼？你见到尸体的时候没有听到恐怖音乐，也没有人鬼声鬼气跟你说话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坐你车，电台正在讲鬼故事，你越听越紧张。那你又知道我怕脏。有一次我们整组人去郊野公园做事，你说肚子不舒服要去公厕，我怕你一个人就在外面等你，结果你进去不到5秒钟就捂着鼻子冲出来。没了，这么快？好脏啊，不上了。不上了，你不是肚子痛吗？上不出来。就算你有一点观察力，也不代表你很了解我。我就不能真的想调走吗？你干嘛多管闲事去找高嫂？我没想过你想不想调走，我只知道我不想让你走。我听到阿赞说你会被调走，我心里很不舒服。我舍不得你走，我想跟你继续假扮情侣。我不希望这场戏结束。
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很清楚我现在是假戏真做，把自己当成你男朋友，我想继续扮演这个角色，我不想抽离这个角色。其实我已经无法抽离了，因为我已经喜欢你了。Ada，我想真正做你的男朋友，在人前人后都可以牵着你的手。做我男朋友可不容易，拍警讯那么难都难不倒我了，我绝对可以。做我的男朋友要兼职做司机、装修水电、送货打杂，牵着我等于1200。我妈咪那儿大大小小、里里外外，所有事情你都要做。没问题。总之，你说是你的事，也就是我的事。你是我男朋友，又是我下属。我身为 Madam， 你做错事情，我一样会骂，还会骂得比以前更凶。公私分明，我喜欢。一牵着我的手，就不可以轻易放开了。你手汗多，我也手汗多，牵着就会粘在一块儿。报称的位置应该就在这儿，在这边，救命啊！找到了，在3点钟方向，现在会跟报案人联络。陈先生，我们是飞行服务队，你们赶快来啊！我老婆现在很不舒服。陈先生，你现在扶你太太过去后山那边，我们会派民安队的队员去帮你。好，小心，小心。是他们，他心脏病发。带着药摔倒的时候掉了，你放心，交给我们。太太，你怎么样？我的心很痛啊。太太，你自己能不能走啊？可以走。啊，哎，妈妈来啊，我扶你。小心啊，慢慢走啊。哎，小心啊。Dr. 梁一直在帮我们法医部做咨询顾问，在研究骸骨法医学来说，他真的是专家。遇到任何棘手的案件，我第一时间一定找他。林 Mandy， 你念医学院的时候没这么客气。在师傅面前 ，Dr. 钟平时多没大没小，也要收敛一下。是啊 ，Dr. 梁，如果这次没有你们专家帮忙，这个案件就很伤脑筋了。这是之前用电脑分析骸骨的数据资料，现在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死者身份。要找出身份，第一，我们需要知道这具骸骨属于哪个人种。而确定人种的方法呢，最主要是检查颅骨的弧度还有形状。根据人类学来说，有三大人种，我们东方人是属于 Mongolia 蒙古种的。这类人种的颅骨是呈椭圆形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根据我们用电脑测量过面部的角度、牙齿的形状还有颌骨突出的情况，它的尺寸还有其他头颅结构都相当符合东方人的特征。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判别这具骸骨它的性别。女性的 sacrum 就是剑骨是比较短宽并且平的，而男性的剑骨呢，就是属于比较窄并且比较长的。看起来，这名死者应该是男性。他的坐骨切迹呢是较为狭窄的，加上股骨就比较大，连同盆骨一带几个特定的位置都符合男性的特征，所以我能肯定这名死者是男性。我们也测量过耻骨上面凹进去和凸出来的沟槽深度还有形状，所以能够推断死者应该是在20到25岁之间。而且因为我们在骸骨的关节部位找不到任何赘油。赘油是因为退化性关节炎而造成的，通常是35岁以后的男性才会出现。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这名死者是35岁以下了。死者的身高应该是大约183厘米，就是6尺了。骸骨表面色泽比较枯黄，显示风化的程度很严重。发现骸骨的地方比较潮湿，泥土的酸性相当高。看来死者应该死亡大约8到10年。那至于想要再确实知道更多死者的资料呢，就要从骸骨中抽取 DNA， 要再做检验了。那我们先着手调查8到10年前的失踪人口记录，看看有没有20到25岁、身高6尺的男性失踪者。对了，还没有任何新消息，一有消息他们会通知我们。OK。Ada， 有没有进展？符合骸骨的高度、年龄和性别的失踪人士总共有4个，
阿赞已经分别约见他们的家属，希望他们有保存失踪者的贴身物件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可以取得失踪者的 DNA 跟骸骨做比对。Madam， 最后一位失踪者家属已经来了。我想应该不会是阿 J 的。我只知道你有个妹妹，原来你还有个弟弟，还在十年前失踪了，从没听你提过。我跟正常人一样，我也会用逃避去处理伤痛。我啊，妈咪，妹妹，大家都很自然避免提起阿 J。我记得我弟弟说想学划独木舟，我妈咪反对，所以我弟弟要我去求妈咪，那我就跟我妈咪说，我说妈咪你怕水，但是如果弟弟熟悉水性，不只可以保护自己，还可以保护你啊。接着我妈咪就笑着说，那好吧，让他去学吧。但想不到后来阿 J 却因为划独木舟失踪。意外，意外，意料之外。对我弟弟的失踪，一方面我不想再提，另一方面我已经尽量 think positive。 我一直都希望弟弟可能是失去记忆，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路上重遇呢，就算他不认得我们也没有关系，最重要是他仍然好好的活着就已经够了。你认为那具骸骨不会是你弟弟的？阿 J 是划独木舟的时候失踪的，就算出意外也应该掉进大海，不会被人埋在那个荒岛上。嗯。喂，道特梁，是。你肯定？谢谢你。是不是有不好的消息啊？ DNA 对比结果已经出了，证实荒岛上那具骸骨是你弟弟方世明。急推算，决意将推翻，而话静待一炮，寻思杀未晚。就地目击他，越走近越变差，事实在分叉，重重迷团乱幻姿态，千种心理见解，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。你及目击他，用实验做推翻。没流动偏差，仍能寻回混乱状态。我分析去拆解，怎解释你性共情之间？